我叫杨海滨，我是 The X Cloud 的创始人兼 CEO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讲，鸡汤嘛，就是煲鸡嘛，煮一只鸡丢在锅里一直煲，煲得越久越香嘛。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啊。鸡汤如果想把鸡汤最棒的味道刺激出来，其实不单单是用鸡来去激发它自己本身的味道。好比我们的汤，是我长这么大，我去过几百家餐厅，见过最复杂、最难也是最棒的汤。简单来说，我们的汤分为四个步骤，有新鲜的鸡，要特定的那种非常肥美的鸡，那还要有猪肉，还有和牛，还有特定的一些熬制出来的油来调制它。原材料加工到后面要4个人10个小时的时间，那前面4个小时基本就是在处理鸡，啊，切鸡也好，啊，先蒸，先把这个鸡过水。啊，先煮1个小时，师傅们再放到蒸锅里面，2到3个小时。2到3个小时以后，要把这个鸡再搞碎，要再烹饪，要在这个爆炒，爆炒又要1到2个小时的时间，5到6个小时以后再去煲汤，4到5个小时。我们的这个金鸡汤烹饪时间是10个小时的时间，4个人。当我推出这款汤的时候，我其实是非常担心，大家吃不懂这道菜。为什么你这个汤是黄色的？你加了色素吗？其实我们没有加色素，我个人是非常拒绝添加剂类的东西。这一款汤里面包含了很多心血在里面，的确是倾尽我们整个集团的所有力量研发出来的产品。